浓浓的台式创意，一年一度的华山艺术生活节即将于10月在华山文创园区盛大登场。担纲演出的台科天团金枝演社推出浮浪共开花系列，用漂浪者的生命故事刻画台湾人文风景，展现表演艺术的创新能量。我真是为你感到欢喜，那么我也要继续踏上我的路途咯，再会。稍等一下，你要先留下来参加今年的华山艺术生活节。安尼吗？咱乖搬戏给大家看呢。我想要说，我们今年是不是全体国民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庆祝国庆，就是你带着你的祖父母、阿爸阿妈，带着你的父母亲，带着你的孩子们到华山来买票看演出，来庆祝我们今年的国庆，用这个方式。鸟儿它要飞，叽喳叽叽喳呀，看着你开家啦。谢谢郭少涵，我们带来这么动听的歌曲。我据说他们好像有悄悄话要跟部长说。谢谢，我一定去看你们的演出，还要带很多别人去，好不好？可不可以？打勾勾，我不要，我还要再亲一下，再亲一下。今年华山艺术生活节主打焦点剧场，两出经典作品《我为你押韵》《情歌》。幸福大丈夫都是票房保证的爆笑喜剧，深具口碑的非人即社、二分之一 Q、 沙丁庞克、黑眼睛跨剧团则在创意小剧场一展长才，让观众看到国内表演艺术团体最撼动人心的创意演出。华山艺术生活节就如同我们以往都曾提过的，就是希望让艺术跟生活是可以结合的。那当然我想从过去的第一年有9万人参与，到后来12万人参与，到去年突破了超过15万人以上参与，那我想今年我们希望继续还可以破纪录。那当然事实上让团队可以在华山艺术生活节是不是做到以前一些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可以有所突破，那我想对每一个团队来说都是一个新的挑战。那今年华山我们也希望勇敢的突破，除了今年讲的定点定时聚焦之外，华山今年试图会走出华山以外，那我想甚至离开台北县市，那我觉得这都是我们希望能够跟以往是有不同的做法。2013华山艺术生活节10月10日起至11月3日止在华山文创园区举行，演出节目即日起开始售票，欢迎喜欢表演艺术的朋友及早订购，用买票看戏支持台湾的艺术发展。文化部媒体公关组台北报道。